欢迎收睇今期生活调查团，我系调查员 Showman 啊。正所谓秋风起，蟹王肥，一到十月，梗系要蒸翻只蟹嚟犒劳下自己啦。哇，一热就蒸晒你哋嚟食，仲有你啊，唔使望啊。咦，喂，你只点解唔识喐嘅？咦，唔系咁细胆系嘛？吓一吓就死咗，不过唔紧要啦，食得唔好嘥，一于蒸埋佢嚟食。靓仔，死蟹唔食得噶吓，阿叔你边位啊？我都唔识跳，好打有行啦。嗱 ，Showman， 你真系有眼不识泰山啦！你面前嗰啲位被疯狂炒蟹嘅创始人喜叔，江湖上人称蟹王。哦，原来就系喜叔，失觉晒，失觉晒。不过咁啊，喜叔，你啱啱话啲死蟹唔食得，我见过人买翻屋企食嘅，都冇乜问题啊。咁你唔信，你咪买只翻去试下啦。哎呀，喜叔，你叫我试就试，咁我咪好冇面。哼，你等我一阵，唔好话我啊，好快翻嚟。啱啱听完喜叔讲啦，原来死蟹系唔食得噶，咁食咗死蟹会有啲乜嘢反应呢？我当然唔会咁蠢自己试啦，于是就请嚟两位助手嚟帮帮手，就系佢哋啦，辛苦晒，辛苦晒吓。咁另外企喺我身边嘅就系今日嘅实验员陈老师，陈老师，单间个实验会点做呢？咁你可以睇到咧，上面呢只蟹咧系新鲜嘅蟹啦，咁咧佢就系已经系死咗三个钟嘅，第一阵间就会投喂呢两只小白鼠，然之后睇下佢哋一个反应。好啦，咁啊嗱嗱声开始做实验啦。陈老师，讲唔少时间啦噃，唔知两只小白鼠而家点咧？咁两只小白鼠就喺度啦，咁大家可以睇到呢个空白对照嘅呢只小白鼠啦，佢系比较活泼啦，咁就冇咩不良反应嘅。咁然之后我哋睇翻呢只喂食咗死蟹嘅小白鼠咧，佢嘅即系话佢嘅行动已经有所缓慢啦，已经有啲呆滞啦。根据实验当中食用做死蟹嘅小白鼠出现咗反应迟钝同企唔稳嘅情况，我哋就知道如果食咗死蟹就会中毒噶。唉 ，Showman， 好在你啱先醒目冇食到啫。只不过我哋仲有一个问题未搞明白，就系食用死蟹点解会中毒咁夸张嘅咧？它是这样子的，就是一般来说的话，因为大闸蟹带是那一个属于营养比较丰富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所以它一旦死了以后，里面的细菌就会分解那个蛋白质，就会产生我们医学上所说的一种叫组胺的一种毒素。那么它就是一般吃了，它就会产生比如说呕吐啊、腹痛啊、腹泻啊这种不适感。哎呀，李叔李叔，哎呀，我都只蟹去做实验才知道，原来死蟹真系唔食得噶，我真系对你唔住啊，同你斟茶认错啦。唔使咁夸张，我哋落去蒸咗佢先啦。吓，李叔，你知道食死蟹会中毒，你仲叫我去食，要命啊，李叔。我唔系叫你食，咁啊，我叫你攞出去蒸咗佢，翻嚟对比一下，咁啊，生蟹同死蟹系点嘅样？在今次的实验入面，喜叔就为我们准备了两只蟹，一只是新鲜的蟹，你看看摆在碟上面的时候还很生猛的。第二只就是死亡了三个钟的蟹，我们按照平时清蒸蟹的方法，用大火蒸二十分钟，看看蒸出来的蟹有什么不同。各位，这两只蟹已经蒸好了，不过吃之前我想考一下喜叔。一眼睇落去，知唔知边一只咧就系新鲜蒸嘅，边一只咧系死咗嚟攞去蒸嘅咧？我咧就知道咗噶啦，我心中有数噶啦。哇，咁犀利啊！依家咧，我就俾十秒蒸熟，首先俾啲家庭观众睇下，知定唔知道？哦，即系睇佢哋估唔估到？啊，估唔估到边只系生蟹，边只死蟹？好，一齐嚟倒数啦！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啦，咁多位时间够啦，喜叔系时候开股咯。咁咧，我依家咧就话俾你听，嗱呢只咧系死蟹嚟噶，好，哦呢只就生蟹嚟噶。点解你会知嘅，喜叔？嗱，我哋依家咧就攞只生蟹睇下蒸熟佢出嚟咧，睇下点嘅样，俾大家去研究一下。
嗱，新鮮嘅蟹咧拆出嚟咧，嗱啲肉咧就有纖維嘅，咁咧就啊嗰蛋白質都好豐富嘅，好實啊。如果蟹死咗咧，啲肉咧就霉噶。咁啊，如果新鮮嘅蟹咧，啲肉咧就一有纖維咁噶。啊，見到一疏疏噶，嗱，好似呢啲咁嘅死蟹咧，啲肉就霉啦，就變到有啲變咗淡黃色噶，就千祈唔好食噶。證明呢只嘅新鮮即係食得啦，係嘛？咁我拍戲喎，起鬆啊！唔係事啫嚇。咁啊，你唔使咁心焦，有觀者咧就留飯兼留菜，如果無觀者咧飯就不留。同你完成咗我呢個任務咧，你就慢慢先有得食。嚇！仲要完成又冇先有得食？咁我完成又冇得嚟啊！只蟹都已經壞咗，唔食得啦。咁啊唔會。如果你個蟹咧啊，譬如你食盡。咁或者留翻俾屋企啲人食咧，你就攤定佢攞出嚟，攤定佢咧就再攞保鮮紙包住佢，即係放住個碟嗰度，放翻去常温，因為佢蛋白質好高。啊、如果你唔放翻雪櫃咧，佢就容易滋生嗰啲細菌。但係咧，點解要攤定佢咧？如果你熱嘅咧，佢就會霉嘅，啲肉冇咁新鮮。啊、咁啊，擺翻雪櫃，佢翻出嚟就攞翻嚟食。嗱，聽完喜叔咁講，我知點樣保持嗰啲蟹嘅新鮮啦。咁跟住落嚟，喜叔，我的任務究竟係乜嘢啊？咁你自己睇下啦。請找出不能與蟹同時食嘅食物。為咗可以快啲食到美味多糕嘅大閘蟹，蘇美已經一節節咁跑翻公司，喺網上查咗下資料，做咗個初步嘅了解啦。啱啱上網搜咗一下咧，發現唔可以同蟹一齊食嘅嘢真係幾多嘅喎，好似紙啦、花生啦同埋茶啦，咁係咪真係呢啲食物唔可以同食蟹一齊進行嘅咧？根據網上面嘅資料顯示，因為蟹肉同蟹膏都係含有豐富嘅蛋白質，紙同埋茶當中都含有油酸，兩者相遇凝固為油酸蛋白，不易消化，而且阻礙消化功能，令到食物就係留喺腸入面發酵，會出現嘔吐、腹痛、腹瀉等食物中毒嘅現象。而蟹肉同花生同食，據說因為花生嘅脂肪含量都極高，同高蛋白嘅蟹肉同食會增加胃腸嘅負擔，導致腹瀉。單從網上嘅介紹嚟睇，的確有文有路咁噃，唔知道實際上又係點呢？咁我證實一下啦，網上面關於大閘蟹飲食禁忌嘅真假，我哋專登請咗陳老師過嚟同我哋做下實驗嘅。陳老師啊，我想問一下，大閘蟹同紙啦、花生啦同埋茶一齊食嘅話，係咪真係會上吐下瀉咧？咁我哋依家做緊個實驗，等個實驗結果出嚟，你咪知咯。嗯，咁咪要快手啲啦，因為趕住翻去食大閘蟹啊，陳老師。嗯，好好好，喐手啦。实验员帮我哋调咗四杯人造胃酸，然后将蟹肉同钱、蟹肉同茶、蟹肉同花生碎放入人造胃液当中浸泡。第四杯就只系放蟹肉作为空白对照，并将胃液温度维持35摄氏度，模拟人体胃部消化过程。半个钟头之后，我哋再嚟睇下三杯人造胃酸有啲咩变化。点啊，陈老师，有实验结果未呢？嗯，依家啲实验结果已经喺度啦，咁我同大家公布一下啦。咁第四号样品咧，就系我哋嘅空白对照，咁大家可以睇到啦。下面嘅蟹肉咧，系基本上已经系消化得七七八八噶啦。嗯，咁然之后我哋睇翻一号样品啦。咁一号样品系加咗嗰个屎落去嘅，咁咧大家可以睇到啲屎咧系基本上都系冇消化，而且大家可以睇到啲杯壁嗰度咧系比较多嗰啲一粒粒嘅嗰个粒菇粒喺度，颗粒物喺度嘅。嗯，系。咁然之后我哋睇翻第二杯啦，第二杯咧我哋系加咗花生落去嘅。咁然之後，大家睇先睇到杯底啦。咁杯底我哋都可以睇到嗰個花生碎咧，係基本上係冇消化過嘅。嗯。咁然之後，我哋睇翻第三杯啦。咁第三杯咧就係加咗20ml嘅茶水落去。咁20ml嘅茶水咧，大家對比翻係第四號樣品嘅空白對照入邊咧，咁嗰個蟹肉咧係相對嚟講係消化得冇咁即係話完全嘅。咁實驗結果咧，我哋可以睇到啦。基本上我哋嗰個第一號樣品咧加咗紙嘅，同埋二號樣品加咗花生，同埋三號樣品我哋加咗茶水咧，係對比於四號嘅嗰個空白樣品嚟講咧，係即係話消化得冇咁完全嘅。哇！收到曬，原來咧呢個紙啦、花生啦同埋茶啦係唔可以同蟹一齊食嘅噃。啊！不過我上網查到仲有好多咧都係唔可以食嘅噃，例如蜜糖啊、蜜瓜啊、泥鳅啊、啤酒咁啦。陳老師，不如一次過同我驗曬佢啦，好唔好啊？你唔係趕住翻屋企食大閘蟹嘅咩？
係喎。唉，如果係咁嘅話，我都係派位高人俾你，你自己去聯繫佢啦。哦，收到，明白，係咁先咯。OK。根据实验员陈老师的指引，我们来到了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找到了消化科的郭主任。哎呀，郭主任，我又回来了。你又回来了？对，刚刚调查完之后，我们发现原来这个蟹肉和这个籽，还有花生和茶是不可以同时吃的。那做些什么东西是不可以跟蟹一起吃的呢？还有啊，你想知道，想不想先知道做什么不可以一起吃的？一样啊，是喎，应该先了解咗先喎，系啊，是这样子的哈，嗯，讲普通话。那么主要是那一个柿子啊，嗯，还有茶呢，它这里面是有一些特殊的物质是比较多的，它就是那一个鞣酸，就相对于其他食物来说，它的鞣酸的含量比较高。那么这个鞣酸还有它有个特点的，就是它可以那一个使蛋白质沉淀。那我们都知道了，大闸蟹特别是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嗯，那么它一旦跟大量的鞣酸在一起的话，就会凝集成块状，有时候会形成我们临床上说的石头，就胃石啊。那么这种胃石可大可小，小的话就胃镜可以取出来，大的就要开刀了，把它取出来，哦，要动手术是啊。咁除咗籽啦、茶啦、花生之外，仲有咩唔可以同大闸蟹一起食呢？那个一般来说的话，就是基本上绝大部分的水果，啊，都尽量不要跟大闸蟹在一起吃。嗯，那还有一些是食物，比如说像花生，刚才你讲的那些是属于它本身就已经是营养很丰富的。咁我想问下啦，咁一次咧食几多大闸蟹先为止系啱啱好呢？这个东西啊，你可以去自己去调查一下，嗯，看看先看看那个一只大闸蟹啊，有多少蛋白质。哦，即系调查完翻嚟，郭章就话俾我听啦，系咪？对 对, 对。好，咁我出去先啦吓。好。为咗可以食到美味嘅大闸蟹，苏明你真系好搏喎！话口未完，苏明就已经去到市场嘅水产档啦。哇！喺呢档啲蟹好生猛，好大只，有冇问下老细先？哇，老细，啲蟹好大隻喎！嗱，我知啦，我哋平時食蟹好多種噶，咁啊，而家市場上面有咩邊種蟹賣，同埋邊種蟹最好賣啊？而家都係賣呢種大蟹多咯，肉蟹，肉蟹嚟嘅呢啲係嘛？大肉蟹。哇，可唔可以攞嚟睇下有幾大隻啊？可以。哇！哇，仲好生猛添，喂喂喂喂，走啦走啦，佢要走啦佢要走啦，哇！係，啲肉蟹都係買啲係嘛？系啊，点整咧？一般吓，一般啊，一般都系避风塘炒啊，啊姜葱炒啊咁咯，肉蟹就系。O K， 几多钱斤啊？呢啲啊，呢啲啊九啊几啦。九啊几啊？买多啲有冇平啲先？呢啲系批发价嚟噶。咁啊，教我哋点样拣啲肉蟹先靓啦？即系咪越大只就越正咧？比较老身啲啦，呢啲咁嘅色水嘅。老身啲即系点啊？即系颜色深啲，就年即系够年龄啲，那个蟹味重啲。系系。哦。够肉啲。哦。系。根据水产档老板同一班街坊俾出嘅意见，我哋买咗现时比较畅销嘅两种蟹，一种就系膏蟹，另外一种系肉蟹。接落嚟，我哋就将螃蟹蒸熟，送到专业嘅检测机构进行蛋白质含量检测。据检测，我哋得到一组嘅数据，肉蟹嘅蟹肉蛋白质含量为0.15%，膏蟹嘅蟹肉蛋白质含量为0.26%，而蟹黄蛋白质含量就高达3.35%。咁按照呢个数据，我哋一次食几多只蟹先系比较健康啦？哎呀，郭主任，我又翻嚟啦！又来啦！我终于查到咧，一只蟹里面咧有几多蛋白质，呢个就系结果啦。系啊，系啊，系啊。所以你看，那个蛋白质这个含量是特别高的，是吧？咁一次应该最多可以食几多只咧？咁样？当然每个大闸蟹它是有轻有重的，但是一般来说都是每只大概是3到5两这样子的一个大小吧。嗯，那我们一般医生建议的话，都还是每次就最好就只吃一只
不一样。这个。对对对，那的一般来说是不要超过两只，这样子的话，这个胃肠道和你自己的营养状态，这个可以承受得了。明白，咁啊多謝郭主任，我已經收到曬所有點樣食蟹最健康同埋食幾多最啱噶啦，咁我就攞埋呢份報告，今晚翻去揾喜叔，哇！今晚個全蟹宴，我仲唔食到嗒嗒聲，好啦，多謝郭主任，先走先啦喎。今晚電視太好啦。好，喜叔，哇！我哋嘅實驗結果，新鮮滾熱辣送到啊，點啊，滿唔滿意啊？非常滿意。啊，咁好啦，你走啊，喜叔，我都食得咁辛苦，你趕我走？唔係，我同你出去買蟹，去街市。哦，你叫我跟你走去街市買蟹係嘛？唉，嚇得我啊！上得未啊？咁樣。啊，我跟齊啊，我街市買蟹啊。好，走嚟，走呢邊，呢邊，呢邊。而家咧，我跟住喜叔嚟到水產市場，等陣喜叔咧就會教我揀啲生猛又新鮮嘅蟹啦。誒，喜叔準備好未啊？出發噶咯！好啦，好，嚟嚟嚟，好好好好。啊，哇！喜叔成日咁早就嚟攞貨啊，即係揀蟹都要咁早噶？係啊，有時定到，有時仲要早啲添喎。係啊，因為佢如果你想要靚嘅咧，咁你一定要早啲噶啦。明嘅明嘅，如果唔係啲靚俾人揀曬啊，你勤力啲啲嘢咪好啲咯。哦。啲大就係啦，佢咁多蟹唔想草，佢咪重啲咯，係咪？係啦，一般喺度攞啲咩蟹多咧？阿喜叔，啲肉蟹，肉蟹係嘛？肉蟹就呢度攞噶啦，呢啲阿斌啊，呢只有冇成兩斤啊？有兩斤嘅，呢只兩斤，係啊。哇！喜叔你真的要教一下我，我平時咧都自己去買啲蟹翻屋企食嘅，但係硬買翻去咧就冇咁好肉啊，或者好多水咁樣嘅。咁其實點樣揀啲肉蟹先？攞啲蟹嚟咧，嗱，譬如咧呢只蟹，就攞起嚟稱嘅咧，咁咧就係啊，實好肉啦，肥啊，梗係稱啲啦，梗係啦，越重手越好。咁啊，係重手越好，但係咧你都有時殺唔過㗎。哦，你攞起嚟一撳呢度，哦，撳呢個位啊，呢個位，哦，就你呢個係 pat 嚟㗎。哦，係 pat。咁一撳佢咧就梗係腍㗎啦，就撳兩邊。如果呢只蟹就好好肉啦，嗱，我咁大力撳佢都唔穿，嗱，你試下。即係睇啲關節。肥過我㗎啦，呢個蟹。我肥㗎。咁咧啲蟹咧，有時咧你就買翻去。都蟹咧就買嗰時係生噶，生後會死，點解咧？走到呢只蟹咁一攞佢嚟係猛咁喐嘅咧，係咯，佢三日都唔會死嘅。哦，一個好有力啊！嗯嗯，如果你落有啲蟹咧，佢如果係猛走嘅咧，啊依只咧就冇嗰只咁生猛啦，依只都係 OK。嗯，總之咧，你睇佢呢兩個撥咧，啊比較好力嘅咧，佢就會，但係依走就冇依只咁明顯啦嗱。是嘛？係喎，一個咁嘅嗱，睇喺度嘅嗱，呢只蟹咧，你買翻啊，呢家都係生啊嘛，生啊都會死嘅啦。呢只咧兩日都唔會死，起碼三日嗱，睇唔睇到啊？咁啊，喜叔要教下我啦，點揀呢個蟹中女人啊？膏蟹啊，點揀先靚？如果你咧，如果啲膏蟹咧有膏嘅咧，就喺個燈嗰度咧睇到個黃色嘅咧，佢就好啊，嗰啲膏啊，哦，好靚啊，嗱。已經有隻女人咁啊，就嚟生噶啦！呢個即係十月懷胎，準備掃得噶啦！係啊係啊！哇，摸落去軟軟地喎，有啲軟啊！咁如果揾到嗰啲扁扁塌嘅咧，咪即係女仔咯，都係女性咯。哦，咁啊，睇下中意少女定係淑婦啦如果呢個你睇，嗱好明顯啦，睇唔睇到啊？軟噶，喺呢度好有好多蛋。哦，嗱咁樣咧，咁個鋼個鋼啊細啲，咁啊高蟹，咁啊翻翻嚟炒嘅咧。地肉蟹蒸嘅咧就膏蟹食膏噶，咁明白曬啦！我終於識點分啦嚇。根據喜叔嘅介紹，我哋就知道揀蟹嘅時候一定要搣下嘅蟹肚。如果蟹肚係實淨嘅，就講明蟹肉夠肥噶啦。另外可以睇下蟹腳活動嘅幅度，如果幅度大、速度快，就講明只蟹就非常新鮮。如果出現慢爪，即係活動遲緩嘅話，咁最好就唔好買啦。清洗过后，我哋可以嚟蒸蟹啦。喺等紧蒸蟹嘅过程当中，喜叔仲特别同我哋讲，如果大家平时喺屋企蒸蟹嘅时候，最好加啲紫苏叶落水入面蒸，而且记得要将只蟹翻过嚟。如果唔系，啲蟹膏就会流走晒噶啦，冇得食添噶。蒸咗一轮，蟹就已经煮熟咗啦。哇，红当当，零粒粒，真系睇到都流口水啊！
嗱，喜叔，任務啊，勝利完成咗啦！而家係時候終於可以食蟹啦啩！哇，我唔拍你啦！哇！香噴噴啊，啲膏真係想一啖啊食咗佢啊，真係哇！乜蟹咧？有幾個部位唔食得㗎？唉，我梗係知啦，喜叔，蟹腮、蟹心、蟹內通通唔食得嘛。不過美味當前，心肝脾肺腎都仲邊分得清喺邊度啊？咁咧就有得蟹咧，如果點解唔食得咧？有啲咧就係食咗會肚咯。嚇？有啲有個部位咧食咗咧，啊，佢係好涼噶。哦。嗰個就係喺個胃嗰度嘅。咁㗎？咁啊，喜叔你快話俾我聽啊！在哪度呢真係，我只見到啲膏啫喎。啊，蘇明啊，係個蟹咧就依度咧個墜墮落呢依個胃。哦，依胃咧就好多嘢，因為你捉佢嗰時咧佢未消化㗎，包括有沙啦。哦，但係好寒涼㗎喎。好寒涼㗎。哦，如果食咗咧，如果身體手面唔好嘅咧，依個咧會食壞人㗎。咁恐怖。啊，依個咧就係胃啦。哦，就係呢一個。啊，依個。哦，食只蟹咧，依個再唔食得嘅咧，係依個胃，好，即係啊乜都喺曬依度嘅啦，依個嘢係唔食得嘅。嗯，呢個蟹胃之外，仲有啲咩唔食得咧嚇？嗱，依個咧啲鰓咧，即係個呼吸啊，喺度海水嗰度咧，就好多微生物啦、太嘢翻嚟啦。咁依個當然要摸嘅啦，等於啲葱啫嘛，嗰啲葱酥你冇理由食佢噶嘛，生落嚟噶嘛，係咁嘅道理啦。哦，整咗依個。咁啊，摸開依個個蟹咧就食得噶啦。哦，仲有咧，依個蟹咧，即係所謂個蟹尾咧，唔食得噶。哦，個屁屁嗰度。啊，喺依度打開佢，依個嘢就唔食得噶，因為佢都有鰓噶嘛。嗯。咁咧，然之後打開佢咧，就其他部位咧都整開啲鰓咧，咁就食得噶啦。哇！今次真係食蟹食到飽啊！拍咗咁多期生活調查團，最豐富就係呢一餐噶啦嚇。嗱，所以如果各位，想食好蟹，記得要嚟揾阿喜叔。多謝喜叔啦，介紹咁多靚蟹俾我哋食啊！真係講，係萬事勝意啊！咁各位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我哋生活調查團方方面面嘅嘢，可以加你節目嘅微信公眾號㗎嚇。好啦，我哋下期再見啦，繼續食蟹好唔好啊？誒，嚟，食過先，拜拜。哎呀，哇，你咁大隻，哇！